频道《警徽天职三》户外宣传活动将于4月5号在 Marina Square 隆重展开。剧中演员白薇秀、王俊秀、曹国辉、李美玲、苏志成、马艺轩、洪慧芳、吴佳琪、罗美仪将会到场为新剧助阵。50份合照通行证会在当天中午12点预先颁发，持有合照通行证者就有机会上台与剧中演员们见面合照。《警徽天职三》只在8频道，《警徽天职三》是由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以下商家精彩带给你。